你跟他想要唱什么歌？他知道了吗？心愿便利贴。对。哎，不是你的歌吗？明明就是我先选的。没有人跟我唱好吗？现在不仅抢我的人，连我歌都抢走了。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变动了吧？我看就是我只好穿个位来经纪人。哦，那我要让位。那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好好加油表演哈！我为你们争取，上次那是还有10000块没拿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节目组，对，有波哥帮我争取一下。我的方式就不一样了，欠揍。但是你知道新的经纪人啊，他们加了个规矩吗？啊。等一下，我不同意这件事情。不是，你还得要有一个表演。我不要啊！我不服！我不要啊！我不服！只有一个人就是不要。我第一个不服。不只有一个人受伤的结果。我第一个不服气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到我这里就是我一个人这么孤独？因为不能每一次经纪人都。不唱歌好，就不能每一次只有我这一次可以。现在节目组的引起公愤了，我替你愤，无意都替我打抱不平了。我也替你打抱不平，你上次没唱，这次给你唱，我要成全大家。哎，韦博老师，如果可以选，你会选谁啊？如果我要选哦，我怕没人选我，不敢选。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歌是什么。你们是什么歌？我们可以换。不，如果我先听一看歌，我们可以牵着你。哦，你们是 Creep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嘞？爱的路上千万里。如果甄选会选 Creep。对。加入我们。你又没得唱，你又没得唱。又把你给踢出去。哎，海星，要不要？我以为是，你这是纯粹旅游，又变主持，重新的讲一次泰国的，傻妹妹又在讲，又把我歌抢走了，傻妹妹，结果又把我歌抢走了，领的是歌手的钱，然后来了之后是主持人的活，好好好。